好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戏院，因为昨天我们没有看到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戏院。All we knew is that they wanted to see the power themselves. What power? You can have a moment. You can physically use the one universe to learn this. 好啦，这就是戏院。好啦，我们已经看完戏院了。刚刚那个就是夜间晚上七点过后，游泳池会关起来，然后呢会变成一个简单的小型的电影院。那刚刚你们看到的是《奇异博士二》，碍于版权的关系，所以说我就大概录一下片段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场看是什么样的样子。不过呢，可以看照片，来看照片就知道。它是戏院跟游泳池是在同个地方，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之间它是游泳池，晚上七点过后游泳池盖子会浮起来，你没有听错，是游泳池的底部会升起来，就刚刚把游泳池盖住，然后它会再重新整理，就变成戏院了。哇，所以如果明天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来拍它游泳池升底部升起来的画面，来让你知道说他们是怎么把一个室内游泳池变成戏院的过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我能够看到给大家看。从你看到这个片段呢，它是一个约15人的15个座位的简单小型的戏院。那白天是游泳池，晚上变成戏院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我一定要录到它那游泳池那个底部的板子升上来给大家看。